这活动，这群少年人哦，这群少年人，伊实在足有心的办这个活动，我感觉足甘心，嘛希望大家会喜欢吼。今仔日我的表演有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我要请到咱的这个台大吼，台大校友合唱团的朋友们吼，他们一起来唱一些我们台湾的属于台湾民谣，台湾味道非常重的一些歌曲，来纪念。我来纪念在这一天，67年前的这些勇士们，为台湾牺牲的这些勇士们，也带给我们一些抚慰。那第二部分才会由我带来一个乐团的表演。那我们现在热烈欢迎我们的合唱团的朋友来，谢谢。我台正前方啊，最近一场的舞台。音控大师，我们刚才的试音还没有结束哈，不过我们那个monitor 钢琴的声音有点太大，那希望 monitor 的钢琴声音稍微调小一点，谢谢。台台，谁在台边？不要，你先帮我们再弹一下。钢琴可以小声一点 ，monitor 小声一点。好。还可以再小声一点。对着。Apple 小一点。